他就要见人，你蒜头要备偌久啦？最好煎那个七分熟的哦。分七。我发现耗子其实没什么美感，你也是要摆好啊。工人肚子饿，你就赶快给他吃就好了，他哪叫你在那边摆盘？你叫袁浩了，你叫他来。我会慢慢的把耗子洗脑的。